起 want to go all set to go 一年五季的新春特备，耶！恭喜恭喜！红包！欢迎收看，一起 want to go all set to go。拿上来啊，拿拿！天哪！你有脑呢？我脑，你学这一句是要干嘛？我电话拿来。变身三姑六婆。三木头人。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。一路有你，一路有你。关翠文错。一路，你认错老婆。你自己的老婆都唔知。只送一次。这样的吗？哎呦，这个是歪理哎呀。你讲错的。你讲错的。不是我抽的。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样不可以。一年多我们合作了哦，做三 MC。不要看，会哭的。真的，就是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你要哭啊？你们两个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一个字都没有讲，到底是在哭什么啦？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和我们两个做最久了，在这个电台里面做最久了哈，就多久啊？多久？你这他二十，我二十年，我十八年了。这个年这个节目播出了就二十一年，我相信我们八位都是吧，因为我们回去工作，我们不当它是一份工作，我们当这个回去跟听众一起聊天，跟家人一起聚一下。我从来真的只有想过什么时候进来，还记得什么进来，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离开，而且怎么做得更好。真的没有一起出来吃过一餐饭，没有，没有，甚至很难凑齐全部的主播，因为总会有一些人可能在开工，对，但是我们也很难凑齐。就连今天我们也是少一个，你说他在开工，对，对，所以今天也很难得，算是凑得最齐人了。其实我觉得在欢一呆如果没有这一帮人的话，可能不会做得这么开心。真的是像一个 family 这样，我觉得很难得，也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。嗯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等亲爱的你如约回家，趁回忆正浓泡你一下，陪伴思念的脸庞。我觉得最大的满足感就是人家会欣赏我们做的节目，对对，人我当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呢，当我们听众朋友呢会有一些感受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感恩了。早晨你好，我是 Jason 林振前。早晨你好啊，我是 Vivian 温慧欣。我们有一起经历过风浪，但是都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方，我觉得这个举动就是很暖心的一个举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围在一起来聊一聊天，玩一玩小游戏，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再加上像我们在聊天，好了啦，太多了啦。哪里有？真的真系该打，系生成咁噶，你唔知啊？哎呦，来了！你拉鸟，你耳朵爆掉了啊！谢谢你们的掌声，吃了喽！爸爸不在家，嘿嘿。小人一动了解，最不如的悲哀。快快快！红啊红啊，旺土发啦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